虎扑11月4日讯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，利兹联前锋罗德里戈宣布自己新冠检测呈阳性。罗德里戈写道，不幸的是，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一名被感染的家庭成员接触后，被检测出新冠阳性。双引号，按照规定，我将进行自我隔离，并会错过球队与水晶宫的比赛。我和我的家人都感觉很好，我们很幸运能够感到健康。我们会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。我将从家里支持利兹联和西班牙国家队。我很快就会重回赛场。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。双引号，罗德里戈今年夏天由瓦伦西亚转会加盟利兹联，至今为利兹联出场了7次，贡献了1粒进球。